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单元，论果。我们来看这个图表，论果的图表。好，原始点它的发展就是从内热源，然后再发展到把所有的位置找出来，然后再进一步把外热源也完善之后，事实上中医人治疗的原始点已经能治疗。但为什么要讲理论？这是被逼的，很多人不相信，这样按推也能好，人家是用针呢，西医是用手术刀哎，啊你这样手指头就能把什么坐骨神经什么这样揉好，他们很多人是不相信，一开始以为我按摩吹牛，只会按摩，然后就吹得那么大的牛皮哇，所以不得已发现这个理不说通还不行，那理要说通。难道要用中医的理论还是西医的理论来解释我的理论吗？也不行，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概念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如何让一般人没有医学背景的人能听得懂，我认为最好就是用因缘果来谈。因缘果每个人都懂，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因果？你们都知道吧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有没有人种瓜得豆的，或种豆得瓜的？也不可能，对吧？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因果。那我们就用因缘果来把这个医学很艰涩的道理，这样简单大家都容易理解的因缘果的定律来把它讲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疾病是果还是因？疾病是被生出来的，被生出来当然就是果。被什么生出来？被身体生出来。那身体什么情况下会生出它这个果呢？它一定有出了问题，身体有出了问题。出了什么问题才会生呢？生了一个叫做体伤才会生。那什么叫体伤？我们后面会介绍到，就是身体运转不顺畅，在一个失调的状态下，我们称为体伤。也就当你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，简单的讲就叫体伤了，那这时候就会有症状。好，那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？热能不足，也就是它这个组织器官要运作，要不要一个推动力？当然要，这个就是我称的热能。那如果这个能量不够的话，我们称为热能不足，那也会影响到组织运作失调而产生症状。所以疾病的来源不外就是这两个。所以我们在编音第一段就讲，我们生命之所以能维持住，一定要靠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来维持，对不对？如果组织器官都不运作，你怎么活下去？那组织器官要运作要正常，需要身体的能量来供应它，如果供应不够，这个叫做怎么样？热能不足。所以所有的疾病不外就是两个层面问题，一个是什么？组织器官运转不顺畅的失调的体伤问题，一个是什么？身体能量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问题。所以我们简称为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，已经没有其他了，就是这两个原因才造成我们疾病了。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体伤跟热能不足呢？因为身体从你生下来之后，每天身体就在变化，随着善缘恶缘都会来考验你。比如天气的突然骤降啊，或突然间温度升高啊，对身体都是一个考验。或吃东西啊不干净的也会，对不对？还有东西太寒也会，诸如此类。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这些环境的变迁，我们身体随时都在变化中，就会产生了诸如此类的问题。所以这些缘会产生因的变化，而最后产生果。而这个果不只是疾病，还有什么？衰老。简单的讲，我们从生下来就开始面临生老病死。那死我们就不说了，死了你也不想，你也无法再研究下去了，人都死了，自己死了还研究啥？但在还没死之前，
老跟病你自己有办法搞清楚吧，这件事倒是可以搞清楚，但问题你们搞清楚了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老，什么是病？认为有的举手给我看一看。你老跟病是很清楚的，绝对不会模棱两可的，请举手。我看已经把老病搞清楚了没有啊？哦，总算有一两三个举起来。我说没有了，他突然间举起来，好像这个没有，连老跟病都不知道，这不是很惭愧的一件事吗？白活了呗，对不对？那一路这样活到这把年龄，竟然老跟病都不知道。哎，那你们没有举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知道的举手，我看一下，要勇敢一点啦、啊。只有两三个不知道啊，其他呢没有举手是的，你们不会老不会病是吗？你们永远不会变化的，所以都不知道。所以哈、哦，对这个问题，你看你们没有信心答，简单讲几乎都不举手，那个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，对吧？连举手的勇气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本班哦，是以后要承担原始点的，我都有一点担心，没有勇气怎么承担，连举手的勇气都没有。除非五十间就不算了，五十间实在举不起来，但看你们那个样子也不像五十间来的。好，那老病是一个，绝对是一个问题。所以这里我已经把因缘果都讲了嘛，言会影响因，对不对？哦，恶言啊，一些寒冷啊，压力啊，甚至外伤啊，车祸外伤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变化，造成体伤，甚至热能消耗，而最后导致产生症状，但也会导致衰老啊。体伤跟热能不足也会使我们老化，要不然人怎么会老？如果他热能永远饱满的，然后运转整个器官永远顺畅，没有减弱的，也就是都维持一定的状态，那人体就不会变化，就是永远那么年轻，永远都是这样。但问题没有一个人身体永远不变，包括你们，你们每一天有没有都在变化？不要说每一天啊，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。我从一开始进来到现在为止，你们脑袋有没有变化？有啊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我相信你们都听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也听到了很多，起码知道什么叫正，什么叫壮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原始点开关啊、回去已经想跃跃欲试了，所以你们那种求知已经被我挑动起来了。那这个就是变化。那再简单的讲，你们一直坐着听到中午会不会饿啊？如果不变就不应该要饿啊，那为什么你们饿了？就是你不止脑袋在变化，你们身体也随时怎么样在变化。那变化只有两个途径，哪两个途径？不是走向老就是走向病，没有其他一途，所以我们才说生老病死。那既然每天你都要面临不是老就是病的变化，那你们竟然不知道，表示你们对自己本身不负责任，这个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。应该我们生下来就应该先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再去求其他的学问。你连本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，你去学外来的一些东西，以后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有可能。所以原始点第一个就是要把论果讲，也就是第一个我的标题就是老跟病，有没有？什么叫老，什么叫病？但我相信你们不是说全然不知道老跟病，一定好像懂一点但又讲不出来，你们是处在这种状况，所以举手也不是，不举手也不是，那种状况我知道你们很挣扎的，是不是这种状况？是啊，我已经讲出你们内心了，帮你们讲出来了。所以今天一早我们就是要把老跟病的问题把它讲清楚。那我这里很简单的，什么叫疾病？你要知道老，一定要把疾病很界定清楚。你把疾病界定清楚了，排除疾病的，那剩余的就不就是老。
那疾病呢，不外就是症跟状。那症呢，分种三种，症的不适感，比如疼痛、酸麻、痒、胀闷。那还有一个症的功能混乱，比如咳嗽、呕吐、腹泻、白带、气喘，这个比较有具体的。还有一种叫症的体力虚弱，就是行动迟缓无力啊，面无光泽啊，讲话有气无力啊，甚至暴瘦啊，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那所以症有分这三种。那状很简单，就体表组织受损，包括伤口或一些皮肤起疹子、褥疮诸如此类的。那排除了这个症跟状，疾病是一个抽象名词，症跟状是具体在身上的表现，两个同指一种东西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那疾病是抽象，那表现在身体不外就是症跟状，所以中医几千年来不外就是要解决我们身体的什么症跟状，也就是疾病。好，那你能够把疾病定义清楚之后，你才能谈老。为什么？排除疾病的症跟状以外，那就是老了这样的变化。那老在目前西医出现了仪器的检测，仪器检测的变化，因为外表会不会变化？会。那体内会不会变化？会。西医只是借助仪器让我们体内的很多变化还有讯号表现出来，把它具体化，有些是数字化的具体，有些是形象的具体，把它让你看得到。那这些变化我把它界定为怎么样，因为它跟症与状无关，所以它绝对不是疾病，所以它应该称为衰老。那这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不厘清，那西医的这些检查意义你永远没办法解透，了解吧？所以我先把这个丢给你们。那以下就是要把我们今天说是论果，那论果竟然就是要把疾病的症与状讲清楚，还要把衰老的变化讲清楚，让大家完全了解生老病死最有关系我们的就是老跟病，因为死掉你也没有感觉了，你管他死掉去哪一道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生前还没有死之前，我们却可以把这些身体的种种变化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解读它，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内容。果指疾病的症与状，即衰老的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，其因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。至于西医病名及病因，不过是具果的不同特征加以命名，已含在果中，不再另立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，生命一定要靠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来维持，那组织器官正常运作一定要靠身体的能量怎么样充分供应，这个生命才能维持住。所以你只要组织器官运作不顺畅，也会产生症状。还有一个怎么样，热能不足，也就电力不够，设备不运转了，你也会产生症状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疾病不外这两种，其余的不管西医怎么讲，都是在讲现象，从果的特征什么去解释，到最后都不是因，到最后这个都只能定位在什么果的变化啊，已经很清楚了这样的解释。所以我们对此已经把它先定位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细讲它，我们再来看下面。有疾病与衰老，必有症状与异常，症状与异常可感可见，是疾病与衰老之具体表征，而疾病与衰老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。症状可再细分为症与状，其中症指不适感，包括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，状指体表组织受损，而症与状同异常一样，都不会产生其他症状。历来的习惯，不论是症或状，都一概统称为症状，但两者常有不同的体伤来源。
至于异常，亦可再细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。异常形态指目视手触可辨，但还未达到状的体表组织受损程度的非正常形态，以及仪器检测出来的体内非正常形态。异常指数指仪器检测出来的非正常指数，它们既非正也非状，也不会导致其他症状，故非疾病，亦与疾病无因果关系。还在谈症状跟异常，什么叫异常？异于过去正常的状态。简单的讲，比如说我现在白头发，白头发是老还是病？哎，你们不是不知道吗？怎么一下子又这么笃定说我老不是病呢？那如果年轻人差不多二十几岁就白发苍苍呢，那是老还是病？病。那你们对头发因为他年纪不同而赋予老跟病，你们脑袋是很复杂的哦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什么未老先衰？有没有？那如果白头发在二十几岁就产生，是病还是未老先衰？未老先衰，衰就是衰老，哎，还没有老，他已经老化了，而不是说他已经病了，只有你们说他病，要不然这一句就不能成立了。那我是老，年轻的就是病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所以你们脑袋老就是老，在哪一个年龄出现的都是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如果我脸皮皱，是老还是病？老。如果二三十岁他就脸皮跟我一样，是老还是病？你们还敢说病吗？不敢了哦，还是老吗？未老先衰嘛。所以那你们头发跟脸皮又有分了，所以我就知道你们说懂事实上又不懂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概念，你们回答也不一致，那表示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我们的身体的变化去认识它啊。那事实上疾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中医几千年来就是要治疗疾病，医学不是为疾病，难道他研究完假的吗？就是要解决我们身体的疾病。那疾病具体发生在身上的是什么症状，对不对？症跟状。那衰老具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就是异常，我们用这个异常来取代。那当然异常也有外表的，目视手触就可以摸得出来，我看到你白头发我就知道你老，对不对？眼皮皱就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用手指头摸，摸出你骨头好像跑掉，不在正位，这个就是异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异常它是老哦，不管你用手摸的或是眼睛看的，那个异常是属老哦。那如果你要称为疾病，一定要有症，要不然就是有状哦。你这样切开，你绝对不会搞混。那我们中医不是在解决白头发，不是在解决脸皮皱，而是要解决你的身体的症跟状。但中医又没有把症跟状讲清楚，它统称为症状。但是症跟状它来源不一样，比如说症找开关按一按就可以解决，尤其症的不适感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但到了状的组织受损，找开关会不会好？不会好，它还是属于本处体相啊，所以它一定要怎么样？靠内外热源，然后激发我们人体的自愈力、修复力，才能够修复好的。所以表示它们两者的来源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一个是他处体相引起，他处体相就是找开关，也就是进来。当我们看到一屋子漆黑，你第一个会怀疑电灯坏还是开关没开？认为开关没开的举手，我看一下你们第一个习惯。啊，没有举手的就是看到一片漆黑马上拿楼梯去修理电灯的，你们就是这样吗？那你们太可怕了吧，是吧？所以原始点就是第一个找开关啊，比如说症，
你就是找开关按了没有效，那就知道可能电灯坏，那就这个叫做本处体伤。所以按了有效叫做他处体伤，按了没有效叫本处体伤。但撞你根本用眼睛看就看出来，电灯已经破裂了，难怪它不亮，哎，你就要修理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撞是可以眼睛看就看得出来啊。那你们就知道原来震跟撞它的表现有没有一样，不一样，它的体伤来源也不一样。那你都不知道它体伤来源不一样，你怎么治疗？但中医一开头就没有把症状解释清楚。我们说实在话，所以原始点第一个，既然要解决疾病，因为它称为原始点医学，毕竟还是要解决疾病嘛。啊，疾病具体发生在身上还是症状，跟中医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我们原始点就进一步把症跟状怎么样，进一步来细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。症状，症的不适感如疼痛、酸、麻、痒、胀、闷、刺、晕、口苦、灼热、潮热、下坠感等，多属他处体伤所致。症的功能紊乱，其不适感更具体，如失眠、烦躁、食不下、发烧、气喘、多汗、流鼻涕、耳鸣、耳聋、耳流脓、口眼歪斜、咳嗽、呕吐、腹泻、便秘、小便困难、白带、抽筋、板机指等，或属他处或属本处体伤所致。症的体力虚弱可显示出生命的脆弱或危险，如行动迟缓无力、异常疲惫、瘫痪、肌肉萎缩、暴瘦、声音微弱、面无光泽、肢体冰冷、怕冷、发抖、水肿等，多属本处体伤所致。症的体伤位置分类仅供参考，并不绝对，其准确位置还必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，是病症改善与否才可确认为他处或本处，绝不能单凭感觉或目视。状的体表组织受损，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，如外伤肿胀、破皮、出血、目赤、口疮、钉疮、溃烂、烫伤、化学毒液灼伤、青春痘、牛皮癣、肝癣、红疹、褥疮等，属本处体伤所致。可见状单凭目视即可分辨。这里细分你看，我们从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，到症的功能混乱或属他处或属本处，有没有？到症的体力虚弱多属本处体伤。所以症有分这三种，但是在我看法临床上症多属他处体伤。为什么？你看疼痛酸麻痒这个是不是比较常见？对啊，排在第一就是最常见的不适感啊，最容易找医生的也是这些症状。那你按一按其实就可以解决了。那到了功能混乱，你按还是有效的，但还要着重在怎么样，有可能也有本处体伤，所以还是要温敷，了解吧？那到了体力虚弱，那就一定是加强温敷了。所以它是让你了解，我们从症跟状就可以判别怎么样，即使还没有按之前我们就知道，诶，这个症应该是要先按还是先温敷咯。如果你遇到体力虚弱的来，难道你要先按按看才温敷吗？不对。为什么要这样分类？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概念？哎，原来这个就是一个诊断了。从开始来看，把它分得清楚，就是在诊断。那到了状，根本眼睛一看就看得出来，它有伤口嘛，或皮肤病嘛，那这个就一定要内外热源来修复了。那表示你们治疗的准则马上就浮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分类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它已经。诊断就是为了怎么样让你诊断清晰之后准备下一步的处理方式，
那就治疗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分类是有这一层含义，那下面就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一段念一下。这里将症与状分开，其实为了指出状消失后症未必能解除，反之症解除后状也未必会消失。譬如肿痛，常见有肿消而痛仍在，或痛消而肿依旧的现象，即可证明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，其间并无因果关系。好，这一段就是一个结论，很重要的结论。原来症跟状怎么样，它是不同来源的，不同体相引起。我们说症多属他处，也可能他处开关按，但状必属本处体相，那症又要按才能知道。那万一有没有可能症跟状同时在一个地方出现？有，刚好比如说我们这里举的肿痛，比如你走路脚踝扭伤，哎，肿又肿又痛，有没有？那如果现有的医学告诉我们怎么处理啊？24小时内一定要怎样？冰敷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肿跟痛它是不同的来源哦，痛是属于怎么样？症的不适感哦。那肿呢是属状的体表组织受损哦，一个是他处体伤，一个是怎么样本处体伤，只是在同一处发生的哦。那也就是脚踝扭伤的肿痛，我们应该正确怎么处理呢？先按臀部揉一揉，把脚踝的痛解决。但揉完之后状会不会好，肿胀会不会好？不会好，因为它是属于本处组织受损哦。这时候它要怎么好？要内外热源激起我们身体的自愈力、修复力来修复它的哦，这样才会消哦。这样说来，它原来是有两个症状，但我们如果没有分，以为肿痛是一个怎么样症状，或是你以为肿必然会痛，痛必然会肿一样，那这个是误导咯，也就有可能变成肿生出一个痛来，痛生出一个肿来。但我这里最后一句是，肿跟痛是没有因果关系哦，也就症不会产生状哦，状也不会产生症哦，就导出这个结论。好，为了厘清这个，我们来放几个案例。青春痘案例。症状会不会生出另外一个症状来？我们来做一个实验，这里有没有青春痘又加上痒的？有没有？哦，真的？那你痒不痒？你现在痛是吗？太好了，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证实，你现在哪里痛？那为什么它会痛？你去挤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轻轻的捏它就会痛，对不对？他认为他刚好有一粒也在痛，那我们来做做看，好不好？马上做。如果青春痘会造成症状的话，那么揉完会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不会好，因为它痘痘有没有消？不可能立即消的，有没有？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这里痛了。哦，好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好，那来，你慢慢起来看看。好，你再捏捏看，那个感觉。好八成了哦。脖子肿案例。你肿在哪里？这里是吗？好，那你觉得这里肿又痛吗？好，好，整骨下缘，我看看，这里是不是很痛？你忍得住吗？还可以吗？我现在力量不是很大，所以你这里是有问题的哦。尤其这一点，它这里哦，最痛的点是这一点，你看。
我轻轻一碰，有没有？它就开始叫了。你现在在摸摸哈，你刚刚说的肿这里，它还痛不痛？啊？不痛了哈。踝肿案例，有没有看得出来又肿又痛的？有是吗？你哪里肿痛啊？肿到这里，啊，因为肿到这里，肿到这里来，因为它，啊，这里也肿了哈，这里我看你肿，全部都肿，现在还痛。痛哪里？现在是我走路还会一拐一拐，就最痛的是这边跟这边，这两点是吗？这两点最痛，这边还在肿。那我们现在来做，好吧？痛不痛？还好，还好哈。那这里呢？我那边比较痛。哦，这里也比较痛。那表示这里比较痛，那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帮他舒缓一下。好，那你再走一走，看看那个感觉。你跟大家讲一下。原来这边是很紧，然后现在比较松了，比较柔柔。痛也减轻了，痛也减轻了，这个都很常见啊，也就是随便叫都有。还有膝盖肿又痛的，揉一揉痛也消失。但像刚刚这几位，肿有没有消，或青春痛有没有消？没有啊。那代表一个什么概念？原来肿跟痛不同来源啊，原来它有两个症状，了解吗？所以我现在在跟你们讲的都已经是医学，没再谈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新概念了。解决疾病你必须追到最源头，啊，追到最源头才发现症跟状常常碰在一处，它是两个症状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湿疹的案例，也是一样的。湿疹案例，随时都在痒，对不对？是随时哈，随时。你现在痒不痒？也是痒。你现在痒不痒？他会不会讲？他听懂我的意思吗？A little。那我问一下哈，他现在哪里最痒？四肢有没有在痒的地方？现在，我这里正在痒，是吗？好，这里哈，确定哈。好，那你看他已经抓到怎么样破皮了？这个都是怎么样？哪里痛？抓哪里，哪里痒也是抓哪里。他抓对了还是抓错了？抓错了。他没有学原始点，你看到痒的地方是不能抓的。好，那你坐过来，坐到这里，这里呢？啊，这里最痛。好，好，你现在再看看你那个刚刚痒的地方还痒不痒？ Are you still itching? No. No more itching. No more. 我身上现在已经极大改善了。他说我的腿基本90%都已经痊愈了，恢复正常。那身上呢，有98%以上。那至于手呢，有95%都已经痊愈了。当我帮他揉完的时候，他立刻不痒，但是他的那个抓的地方。我还有起疹子的地方有没有好？都没有好。那是后来在温敷内热源的补充，它才慢慢修复的。哦，可见症与状怎么样，根本是不一样的症状，只是有时候碰在一起，你这里又痒，然后又有起疹子，你以为是疹子引起痒，对不对？当你肿跟痛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以为肿引起痛，事实上都不是。所以我是一路坐下来，我终于破除了这样。那这样我们再回来看，西医说的肿痛24小时内冰敷有没有问题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！原来痛你揉，只要脚踝扭伤肿痛，你揉屁股，它痛就消失了，不是因为你冰敷才会消失啊，揉一下就会好。但肿呢，是要冰敷还是温敷？温敷啊，你从这一点你就看出医学出了问题没有？出了很大的问题，你一路追你就看清楚了。
好，那我已经把症状都介绍给各位，现在进一步疾病介绍完了，当然就要介绍什么是衰老啊。那我们来看异常。异常，目视手触可辨身体的异常形态，如发白、面皱、驼背、高低肩、长短腿、筋结、筋粗、筋粘黏、筋紧绷、骨移位等。脸皮皱是老还是病？老哦，是吗？认为老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认为病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还有人说病啊，脸皮皱是病啊，那就老病不分咯，这个很危险的。那你说病，为什么我病？病一定要有症或状。我问你，我的脸皮皱会不会让我皮肤痒？不会嘛，症的不适感也没有。有没有造成我功能混乱？更不会，也没有咳嗽呕吐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也没有让我造成我失眠，也没有。所以它症的功能也没有。会不会造成我的脸皮皱？会不会造成我体力虚弱，走路行动无力，讲话好像有气无力？有没有？你看我已经讲一两个小时了，我还是中气十足诶，所以也没有。哎，会不会造成我破皮流血化脓？也没有啊，它既没有症也没有状。你说我病了，我倒想说你是病了，怎么能这样随便说我病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没有症也没有状，所以这个不能称为疾病。这个排除了疾病之外，那这其他的身体的变化只能称为怎么样？衰老。这样我已经讲出道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刚刚大部分人是答对了，那我已经把道理也讲了。好，那头发白就更不用讲，为什么头发白是老不是病？你们现在会解释了吗？帮我解释看看，为什么我说头发白是病，你们怎么反驳我啊？开始换你们讲。因为头发白怎么样？没有症状。因为头发白不会造成我皮肤痒、头皮痒，对不对？也不会造成我头皮破腐烂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啊。所以它既没有症也没有状，所以确定它跟疾病无关。所以跟疾病无关，这样的变化就是老。身体的变化只有两个途径，不是老就是病。那你把疾病排除了，当然就可以看出它一定就是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教你们了，会不会变了？会的举手我看一下。有信心会的还是没信心啊？没有信心还是分不清楚的举手我看一下。没有了，那代表你们都会咯。好，我开始又考咯。会了就要考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可能后面看不到，前面一定看得到。我有没有一个鼻息肉长在我鼻尖？有齁，前面的应该看到了。这个叫做鼻息肉，不多余生出来的赘肉啦。简单讲，这个不止外表会生哦，我们体内会不会生出这种息肉？会啊，一样都会。体外会生的，体内照样会生。那我这个鼻尖的息肉是病还是老？老。诶，你看你们还是分歧的哦。认为我病的举手我看一下。哦，你们好大胆，竟然敢说我病。好，你们说说道理。我这个鼻息肉会不会造成我鼻子痒、鼻塞、鼻痛？会不会？不会嘛。会不会造成我流鼻血？会，我早就在流啦，也没有啊，啊也没有症也没有状，你怎么说我病了？啥意思？所以这很明显嘛，排除疾病的症与状，那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老还是病？老嘛，老就会生出一些赘肉嘛，就像骨头也会生出一些增生嘛，叫做骨刺一样的东西嘛，这个是老诶，不是病诶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的吧？那我再问你们哦，如果这个鼻息肉不长在鼻尖而长在鼻孔内，是老还是病？哎，又分歧了。认为病的举手我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认为老的举手我看一下。
啊，不敢举手的是什么呀？老病不分。为什么我长在外面是老，长在里面就病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有些人白头发是长在右边比较多，左边几乎黑，比较黑一点，有没有这样人？有啊，那这种是老还是病？那万一我长在相反的方向，现在是老，那长不同的地方，是老还是病？还是老嘛。那现在长在这里是老，怎么长在里面就病了？就好像我长的头发这一边是老，那长在另外一边就病了。所以你们会因为年龄，会因为部位不一样，然后自我臆测成把老的也当作病。原来你们的思维是这么的复杂，老就是老，长在右边也是老，长在左边也是老，长在外面也是老，长在里面也是老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听懂了没？如果我长在里面，你看也有痣啊，黑痣长在里面，如果这样也会，那他应该每天都在流鼻血啊，或是每天都在鼻塞、鼻痒、鼻痛啊。你问那些长在痣鼻孔里面会不会？也不会啊。了解吗？那很显然嘛，他没有症也没有状，那自然就是属于怎么样？老嘛。我这样讲就是要让你们知道，比如说你肠子长息肉，跟我这里长，那肠子的息肉是老还是病？长在外面是老，长在里面又病了。所以你看我这样不断的破除你们的，你们那个坚固的思维齁，其实污染已深啊，对吧？我问你们，我说身体外表会变化，表现出老化的状态，那身体里面会不会表现出老化的状态？一定会嘛。那你们所有的变化，你们现在都说病，那我如何跟你们沟通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长出来的还是老嘛。那西医也许跟你讲，你便秘就是因为肠息肉引起，但大便便不出来是肾的功能混乱，一个是肾呢。如果息肉是一个状的形态，了解吗？而且它还没有达到状的组织受损呢。那我在前面已经讲，状会不会生肾？会不会？不会嘛，何况还没有到达状的组织受损的衰老，更不会产生症的功能混乱。也就那这样说来，就是要点破你们，原来肠息肉跟便秘是不相干的。我从外表已经做给你们看了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我这样要循循善诱你们？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，要不然你们治便秘很可能肠子会被割一段，莫名其妙的就割了一段，结果便秘可能还没有好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跟你讲，非常有可能，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状，什么是症，你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病，什么是老。老会生出一个病来吗？头发，我就是在这里，白头发会生出我头皮破吗？皮肤痒吗？都不会，我一再的引证，但是它也是在变化，体内也是在变化，但变化不代表你有症或状。那没有症或状，那这个就不是疾病，一定是衰老。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吧？那比如说他手腕痛，很多现在外面推拿师就摸一摸，哎呀，你这个手腕痛原来是这个耻骨或绕骨骨头跑掉了，我帮你调整回来，有没有这样的按摩师？有，然后转一转，啪啪，啊，他说归位了，可以好了，你回去还是痛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不相干，你看整脊也是这样，哎呀，你这里痛，一定哪一椎跑掉了，我帮你调整，啪啪，有没有？有些会好，有些不会好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脊椎刚好我们就在我们的开关，所以如果你腰背痛，说不定啪一啪把筋拉松了，还真的改善了。但你四肢痛，你再啪啪看就没效了，因为它根本没有管到四肢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样显然这个身体的老化，外表跟体内都一样在变化，但所有的变化跟症的不适感是无关的，我就是要排除这一个。
那表示这个按摩师摸出你的骨头，即便跑掉，那是异常。但异常跟症，你的手腕痛是无关的，了解吗？所以当有人说你腰痛，哎呀，你脊椎滑脱，有些真的滑脱到很严重，甚至侧弯都有可能，有没有？摸都摸得出来，甚至眼睛看你也看得出来，但这个是老还是病？老还是病？认为老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认为脊椎侧弯、哦、骨头跑掉了是病的举手，我看一下，是产生疾病啊，还是有人？好，为了破除你们，还是看影片，我们以影片为准，好，一一来点破这些啊。反正你们被污染已经很久了哈，一下子刷也刷不干净。骨头移位变形案例，我曾经脱臼过，没有接好，现在还是变形的。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啊，您是啊，哦，变形的是吧？好，您站出来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。我三岁已经坏了。啊，现在痛不痛？不痛。所以移位会不会痛？会。如果会痛，他从三岁就要痛到现在，你几岁了？70。哇，要痛70多年了，谁还能活得过来？他没有症也没有状，那要不要治疗？当然不要治疗。难道你要怎么治疗？难道把它折断，然后再把它接好，然后整形吗？那他没有症也没有状，你干嘛要这样搞他？对吧？所以你们说移位会痛，很明显这个有没有痛？也没有啊。但你看这个明显看得出来，你又摸出来又没有跑掉那么多，你把症归到这种移位，这种公平吗？根本不对的。但医学会把你这样归类，因为你们脑袋是本来是干净的，但被医学已经污染，所以你们还是坚持会学原始点的人，有时候也会犯错。为什么？他在学手法的时候常常揉人家，哎呀，你这个筋怎么那么粗啊，怎么这么硬啊，怎么硬邦邦啊，这个一定这里就是疾病所在，有没有？或是你的哎筋怎么好像粘连了，这种名词一大堆。但我说过了，这个你感觉的异常都不是怎么样疾病，跟疾病也完全无关。因为你不信，你再看看，我们说所有疾病皆因体伤跟热能不足。我问你，体伤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？哪有具体？他们看不到啊，摸不到啊，一定要患者跟你讲啊，这里有痛点你才知道啊。如果患者不讲，你会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不知道。如果你们知道，那你们就比我厉害了。我没有神通，你们就有了。你们这样摸一摸就知道，他这里痛点就在这里。我不相信，你们一定，我连我都做了几千例，甚至上万例都没，我都摸不出来。你们会摸得出来？那你们可以骗别人，不能骗我的。我可清晰的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怪怪的，那个都不是病。那如果他感觉怪怪，是他的人怪怪的，你注意一下。因为他的观念是不清楚的，才会这样。那这个学习原始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啊，就是这样。刚刚我讲的整脊也会啊，摸你脊椎哪一椎跑掉，事实上跑掉跟那个痛是无关，只是因为他在调整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开关调松了，有没有？一些大开关松了，诶，他的病改都刚刚好改善了，如此而已。你只要把道理都想清楚了，一讲就完全明白了。所以这个老跟病你不讲，很可能一辈子都在找什么，把老当作病在医，然后把疾病去找到老当作因，哇，这个就问题大。好，这里这一段是在指出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把眼睛看得到的，这个是比较容易见的。那另外一个西医出现之后，他利用大量的科学仪器让我们看到不该看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体内从来看不到的，自古以来。但是西医就是有办法让你看到，然后看到之后
由西医来界定，这个是病，这个是老。事实上我们本来就有这个知识，啊，因为从来没有看到体内，我们也从来没有去思维这个东西，难道真的只有病吗？这些变化没有像体表这样，很多根本就是老，会不会把老当作病？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问题，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怀疑有它，所以我们全然相信。但原始点一路做，从外表一路做，做到外表的变化，还有体内的变化，我们也做出来之后，原来跟症也无关，也就是西医检查出来的这些异常，既然也无关之后，我所有的理就把老跟病完全看透了。我是这样看透，但是我知道你们根本没有这个本事。就像我太太得了乳癌，她去检查有异常了，我还搞不清楚这个是老还是病，所以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处理。所以我太太这么年轻，也没有症，也没有什么状，然后人就走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刚刚才提醒你们，你们老病不分啊，不要哪一天啊把老当作病，然后这一条命就这样玩完了。我是在指这个。那我们现在进一步来看现有医学的检查的分类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。